你是想当个娘炮，还是当个爷们儿？我不是娘炮，你连娘炮都不如，你知道吗？干嘛呀？夏卓已经是前车之鉴了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欧阳娟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对，我没资格。但我不能因为你的不争气，让别人议论咱们的母校，对吗？你装什么清高？ 要不是因为你拿不到学位，就你这心气儿，你能跑这儿来当兵？对，说的对，我是不想来。但我现在站在这儿，就不能因为你让领导瞧不起咱们大学生，对吧？我是你前进绊脚石，我阻碍你发展了。只要夏卓在咱们旅，你就休想立功评奖考军校。 这不是晋升于和氏亮的问题，他是诸葛亮，你根本配不上周瑜。再说一试试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就说了，我怎么越看你越不顺眼。哎，你们就不能坐下来，好好谈一谈吗？不行吗？不行，你跟这种装睡的人，你叫不醒他。苟且的活着，他算是个男人吗？啊？你是男人吗？是吗？你打我试试，你再说一遍。